好，开始。再来，我断掉绳子，断掉绳子。Material sensor。有橡皮啊，有亮孔。哎呀。等一下，你这样穿的话。他有图片，他就看得懂了。有那个是有图片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现在拍的，他就看到知道这个方向是这样啊，他就知道了。就是操作手册上面有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拍给他，他就看得到了。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把一根接料，接料。假设说我这样拆一次给他看，啊，假设说那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拍进来。这里可以往下拉，往下拉，啊，过来，这个往下拉，再拉过来，对，把这个，这个，啊，打折，直接打折。你有看到吗？然后用手动，给你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自动，再打结，用手动。等一下，转手动，给你。这个手动的时候，这个就没有影响。好。The when the manual, the non-material will stop working. Change the automation knob from automatic to manual. 再来，然后这个就没有动作了。OK. 再来，还在讲的。看，弄一下这样，对吧？直接打折，对吧 ？OK。哎呦！现在 sensor OK 了，转 manual， 要转回来。Change the automation manual to automatic。好，拿过来，直接打开看看。哪一个？就这样过来啦、啊。对对，它张开了，这个松紧带张开了，要过来这边，压住。你跟他讲，你现在讲，
接材料或是追踪引带的时候，应该在低速的时候。Why are you change the material? The speed knob, the speed knob must adjust to lowest. That means you must run in the machine in the注意的地方，他有没有过超音波？他只要看，他只要我们拍装料啊。好啊，就这样啊。有问题再问就好。